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时时离别，玉米贪恋，心胸烦闷为愁，涕泗之觉为叹，在五根为苦，则异地为忧，忧苦转为多，转多为恼。如是，但有苦数的增长，无我无勒索，无作无受者。佛作是念，要有作者则有作事，要无作者已无作事，第一种俱不可得。要么当官第一业，上头所说这些烦恼，要在第一业中呢，没有作，没有无为，一切皆不可得。他们没明了，也没悟得，更没证得了。那你生死离别啊，是特别痛苦。大家看到红白喜事，红事呢，大多数是结婚。就红事，白事呢就是死亡。看那个结婚的时候欢乐，或者生小孩了做满月酒的欢乐，看见那死啊离别啊，那就那痛苦了。这苦乐的由来，但是众生是迷了就不知道了。而做红事吧，结婚办喜酒啊，要生小孩做满月酒啊，人家给祝贺，没认为这是苦事。成天没有一个老和尚在家四周供养他，好几三代人都供养他。人家那天呢结婚，那他尤其化缘去，正赶上人家结婚做喜酒，他站在那个门口啊放声大哭。人家本来是喜事，他跑这报丧来了，那就丧事。主人就问他了，说师父，我供养你，你怎么今天跑我们这儿来哭啊？他说我哭啊，以前我的好事主现在变了，到了夜了。那些亲友就让师父给说你哭什么，他就念了四句偈子了。说可叹众生苦啊，孙孙娶祖母，猪羊席上坐，六亲锅里煮。是他看到的，那他得到天眼通了，那看到的。您这不是办喜事啊，说孙孙娶他的奶奶，他奶奶又转世了，孙孙长大了。那时候等他的祖母结婚的时候，杀的那个猪羊啊，现在变了他孙孙的六亲了。
凡夫看不到。朱阳席上坐六亲锅里煮，琢磨那时候六亲呢又变了出生的了。这个故事就形容着我凡夫这玉米贪恋，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看不见，只看到眼前，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形容这个世事离别时，都是玉米贪恋，贪恋。那咱们如果没闻到佛法的，闻到佛法不精进修行的，一天还醉生梦死，跟那个一般人差不多。不能达到什么呢？达到空。咱们前头的文是给后头文，咱们在石灰像里讲看啊，广大入虚空，究竟入法界。要是以那种的观念来看，有什么离别吗？有什么贪恋吗？有什么愁吗？还有什么叹吗？没有的。达到无我，无我所，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无作无受。前头说的是众生境界，后头说的悟得的境界，悟得境界明白了。那时候是无名慈难当中，现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呢？无我无所，无作无受者，根本没作业，没作业要受什么？所以无受啊。六地菩萨不作思念，假使要有作者，有所的做的事，有能做的心，有所做的事，有所的景，这才有虚妄的生死差别。说这些都不复存在，没有无作者无作事，在地狱一中俱不可得。俱不可得就空中之意，空意啊，空意。只要修观的话，说是文字啊，一个修观，一个是迷，先讲迷，后讲悟，迷悟两是相对的。我说苦树，就那树啊，形容词啊，苦树的增长，形容词，而众生在受苦之难的无明，引了行，行引了识，识就分别啊，就有识就分别意了，受苦受难呢，受苦受难，受苦受难。就那个树丛的枝叶十二枝成长为大树，到你老死了就会枯树了，刚又生长的发芽，又刚成长，那就是时耐取。无名跟行就是树根呢，十元明散，那就是身呢。六入于楚兽就是枝叶，耐取就花果，老死结果了，死了树也完了。形容说每一个人修观的时候，观想啊，修道的时候，一个是逆观，一个是顺观，顺着生死流观，回过来违背生死流就逆观，逆观。苦空无常无我，
也经常要这样观，观就是思维修啊。当你特别高兴的时候，你修这个观，高兴不起来了，高兴不起来了，想到苦难呢，想到生死老生老病死苦啊。当你特别高兴的时候，得到了特别高兴，回想一下，将来要还报的呀，要受苦的呀，这个就是逆观顺观呢，警戒你修道的意思啊，这修行的开始。六地的菩萨教化一些众生的时候，他把这个一个缘起法，拿着缘起法教化众生啊，得想到无常，想到无常，想到苦，想到空，想到无我，经常以这个修观呢。就是观修好了时候，知道了苦怎么来的，是我自己做的，招感来的，无报无怨。到这个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出了家了，得三宝清净地，但是你要修观，从你身体现在，大概都有病，病苦时候的多，回忆过去的时候，回忆过去很多不如意的时候，也会生烦恼。想望未来的时候，也许会生烦恼。现在的生活当中，不见得都跟你的心意相合，不相合的时候产生苦。在这个时候，你要修修这个观，就是观，这叫十二因缘观，十二因观。因缘观呢？有顺境，有逆境，有顺修，有逆修。逆修，逆修啊，不顺着十二因缘翻过来。你能把这个逆修跟顺修，对，能够这样观想久警戒，但是不依小乘教育观，依着菩萨所教授我们的观，就是一切相的时候用智慧来观。最后来观，观什么呢？不要执着我。第一个观，不要执着我。一执着我，就是一切缘法生了。说离开我，离开我就叫静。离我观就叫静。执着我，就是从无明，从无明。无明原行，就无明本身行，行是运动也啊。说观无能怎么观呢？说这个一切行是原生的了，没有我，我是原生的。就因为我糊涂了，糊涂了就是无明了，行是运动也。这无明啊，一糊涂了，它不停止的，一直到运动。运动在运动当中，原无明原行原识，这个识，识就产生分别了，产生分别了，分别，一分别一追求一，就是受生了。识要分别，有耐有取，执着我，缘起生的一切相。这叫眼，说离开我，缘法无自性，没一个品，就无我观。这个无我观，咱们讲的次数很多了，大家可能原想到灭，不顺生死流，把它还灭，还灭，不要紧，离开我，离开我呢？
就是灭相生了，灭我相，这叫静，这眼跟静相对待的。靠什么呢？靠你定力，定力，定里头产生一种智慧，与智慧观，观什么？就观缘起，就观这个。咱们上来说讲的，是以缘起呀、啊，一眼，一眼，越眼越出，越眼越出，越眼越出，观一些助缘。缘灭，那就叫静，那得以理上观，嗯，以理上观啊。咱们以下说就讲这个以缘起观的意思啊。说你心里头不让他相续，不让其导惑，先观无我。无我呢，怎么观呢？说我呀是缘起来的，因为我迷惑了。迷惑了，就糊涂了。这糊涂了，他并不是停止啊，什么都不做呀，他运动啊，运动起分别，哪是好的，哪是坏的，这叫识啊，识就是分别意，是不是？你了达这些分别，直接是认为就是假的，是空的，关键是是生灭的。那看见早晨到晚上全是生灭法，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儿，不论是好事坏事吧，观上这都叫事啊，事都是不合理的了，是不是？你这样想啊，怎么说观的话是观话啊，是教义上话，就这么想，想，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颠倒的。再讲外边的缘，缘能铸成，因能生起。因为你本身是个糊涂的，赶紧把很多的事儿，你因为是明白的，还是在糊涂里头的。我曾经想到，在扬州八怪，满清末年的时候，扬州八怪。有位叫郑板桥，他写个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我们本来是求智慧、求明白的，他写个难得糊涂，就是画竹子那个名家，完了他提上着难得糊涂，他的意思让人家说你什么事不去分辨，他这话是反说的。但是我们好多出家人，我到很多的我们的道友们挂着难得糊涂，我说你是求明白呀，是求糊涂啊？你本身就够糊涂的了，你才要难得糊涂啊！我应该改一个难得明白，难得有智慧呀、啊。你不明白，不知道。不会修观，这颠倒啊！颠倒就是糊涂了。说你明白了，明白了，知道这些法是缘起的，是由我魔化才有的，实在连我都没有，还有我所吗？这是无能观，怎么修呢？就问我，那你得观呢、啊，观一切法无常啊。你看哪样是常的？说从你认识当中、认知当中看一切事物，先观它不净，没有一样是清净的。十二因缘就告诉你了，从你的升起到你的成长，哪样是清净的？刚入胎。叫个名色，你生生受生就是糊涂啊，攀缘呢、啊。如果没有这个心了，那你不受生了，不受生了啊！你受生就是因为缘，糊涂了，完了不停产生行，
行舍十，十就分别耐取，就是前生的啊，后三只是前生的，生到现在。为什么要舍生啊？他耐吗？他耐取吗？人要把他耐心断了，成功一半了，能够无我了。没有贪耐心，你不贪恋，不去追求，你不会再入胎了。生死根本是在这儿开始来的。你这样关了，颠倒祸不起。缘呢，帮不上忙，不要让那个缘铸成。缘铸成的才有我，十缘明财，就你支取贪耐，这才成就了有我呀，我说根尘呐、识啊，才能有我呀。如果你有智慧，用智慧观，把这个颠倒的事儿，把它翻过来，不顺着这个十二因缘，反复十二因缘，观观这三界怎么有的，观观你自己身怎么有的。就是观的时候呢，有一种智慧产生了，能观的这个就是智慧。智慧，也智慧一产生了，达到了，达到什么呢？根本没有我呀，本来是空的。在菩萨观的时候，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两个都没有，都是空的。这菩萨才产生大悲呀，大悲就是不执着，大悲不执着，不执着了，要穷性跟相，究竟随他的本体，这是在四教家空假宗三观，三观就是一心生的，三观一心。在法华经讲也无奈智慧啊，产生甚深般若了，产生般若。也这个般若的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无明。一地一地观，不过现在我六地没破无明，没破究竟啊，没破究竟。说观的时候，这样来观生死，由观生死当中产生智慧。观生死，生死在这个六道天界、人界、六道轮回这样子，才有生死轮转。那我们把它翻回来，不许流转，看看菩萨怎么修观。佛子啊，此菩萨摩诃萨佛作是念，三界所有唯识一心，这叫剃观。剃观呢，就是观剃，观剃，剃就是理，生死呢就是事。怎么样生死的？怎么样生的？又怎么样死？生死的差别在哪里？完了，观这个我们所说的观第一义谛，菩萨说三界所有唯识一心，观这一心。但是这一心功夫甚深了，说你先观一心，观一心就观第一义，观第一。第一说是一切万法唯心，直接观心，这是我们禅宗的功夫啊，这观心。在我们华严经讲呢，咱们前头讲了很多了这个道理。一心万法，万法回归一心，说三界所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有的都是生死法、生灭法。
那么心呢？心是无生灭的。说观三界所有全是虚妄的。三界有什么？三界所有全是假的。是这样观呢、啊、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呢、啊。那么华经呢笼统说无不从此法界流啊，三界的万法都是从那一心法界流出去的。他以身为体还是一心为体，无不还归此法界。一切法升起，一切法的还灭，没有升起，没有还灭，唯此一心。就是总的了，就是心里头所作意，心里头作意，作意就是观，一作意观，说一切三界唯是一心转变的。但是这是总说了，怎么转的，怎么变的，那以下都是讲这个，都是讲这个的。那得把这个总纲啊抓着，唯一算转变，心分了，心分心意识，识就了别分别，是能做的，能做的，能做的作于所作，演变一些事物，能观的心。关于所有一些所做的一切法，要法来说，光要法来说，属于性宗，因为缘一切法而成有，是吧？第一义体，缘一切法而为一切有，这叫能做。所有的心，所有心，心缘境，心跟境，心去缘境，所做的这个心呢，就是从无明缘性行缘识升起这个实心，这叫实心呢、啊。因为实心是个因，升起万法，这些万法。都是有虚妄的不实的，这叫法相宗。依着心法升起一切法的相，这叫相宗。究竟第一义心离一切法，寡说心，寡说性，这叫性宗，这叫性宗。说能做的能变的是什么呢？是识，不是心。咱们现在所作所念的，八识之中的相分，莫那也传众识而产生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这六识啊，必须得依着根门，眼根、耳根、鼻根、六根，六根门对着外头的三声香味触放，三声香味触放是沉静，是静；眼耳鼻舌身意是实根，根跟沉合，就是根对静，中间必须得有实，没实什么作用不起。这三种合起就十八戒，十八戒唯是一心。因为三界所有时候诸法都是虚妄的，谁造作的呢？唯是一心所作，心意识他们作用。这就是无明缘性行缘识而流转成一切法，
受想行，就是烦恼结识的，与实心相应。说心欲与实，了别非议，这叫啥？不相应，与第一义不相应，应当要住在不变上，住在自己清净自信心上呢。要住在自己心意自信清净心上，说认识到了三界虚妄，都是一心所做的，这个心呢是无明心，就有无明心。无明心一直哪儿起的？无明心还是一直法界兴起的。无明是吧？这在起心论呢，咱们讲过很多，说一念不觉，就是那一念不觉。但是你要注意，我什么时候一念不觉的？佛不言。对这个问题，佛不答。必须得悟得，证得了你就知道了。因为你这个一产生那个，那一产生把这个意识为识所变啊，咱们讲的识啊，只讲八识了啊，八识。说八识有相分，有见分。不守自性，见义分别，识性不守自性就成识，一是法性，一是法性啊。说第一义心，这叫能做，他转了起作义，就是转变了义了，这叫为识，为识义。那么一者因，二者果。一义因能变果，因变果，但是升起十二支，就是无明原性，就是因在这因中变，变成了这个苦果的时候，就叫十二支。在八识当中留一熟二阴的习气，就等流习气，等流习气。转到第七识，八识转到第七识，第七识中含着善性、乐性、无记性。善性、乐记性熏习，熏习什么呢？艺术的习气。这就产生了第六意识，有漏的善乐。善熏乐，善增长，乐消失，乐熏散，乐增长，善消失，这是二种熏习义。大乘经论讲这个讲的很多，说产生的这一些现象，八识与八识的相分相应的相应心，见的相。在相上起分别，是越流越深。如果是八识的体性回转去，回转时候，那是净分了，净分了，那叫了生死，了生死。从无不从此法界流，是流入生死，无不还归此法界，从生死门还归清净。这叫三性的种子，三性种子是指是善性、乐性、无记性，三性。看你所遇的缘，哪个缘争胜，哪个占争胜。在这种道理呀、二乘的人，他说。
心分前景，有前景，有心，有警戒相。虽然听到一心，这个一心呢是真体的啊，这个心转变，转变，转变成实，叫艺术赖也，赖也。这迷的时候啊，虽然也叫一心，这是对景生心，对着外边景生的心，景以心起的，那心能转景，那就是把外头的景转成清净相，那如来藏性清净一心，一这个理没有二理，没有二体，所以说一心。一心呢，咱们经常讲一心，这一心呢，现代我们用的一心可不是真如实相，我们是一至十，还没有一到心。如果你修观的时候，观第一心，观第一心，把一切境界相还灭，就观一切境界相，无常、苦、空、无我，这就还灭啊！观这境界相没有，没有，是心因生而起的，就心生灭门，我们把它还归。心真如门，说一心二门，你变一个心生灭，心真如，还归于心呢，就二明灭了。真如即是生灭，生灭即是真如，唯此一心，没有二心。咱们经常说任何都是一心，这个是指着一真法界心说的。但是我们那个说的一心是假说的，实有之外的，是变动的心。那是变动的心，实在还就是一心。咱经常说这一心，但是这一心呢，它变成了八十，八十又贯成一心，八十还有心所有。心法有八，还有五十一个心所，就是这些诸心所法，那个所变的就叫相分。一心呢，就是心的正心分啊，性分，有性说的。舍大论说论呢，八十微论呢，光说那个八十心王。还有五十一个心所，越演越多。如果把这些都摄归回来，摄相归性，这一般说把一些外边的相啊归于见，归见，见性那个见，这个才回归一心，就是八十心王归于王，归王才说的一心。说一心同八十，八十还是一心。那么这个所说一心呢，前头的七转十，这个大家学法性的时候，学法相的时候少，就是多学法相这个道理，把那个前七十，把那个差别的本实的功能，差别的功能没有另外一个体呀、啊，就是一个一心呢、啊，仗识海常住的，这楞严经是这样引的，说仗识如来仗识，如来藏即是八识，八识即是如来藏。看那法性中说嘛，法相中说，常住的，这个常住是啊，唯识一心常住啊，没有住相啊，
拿它入海形容，藏识海就如来藏性，在性中叫如来藏性，在相中叫十八识心王。不又要警戒风一动，哈，种种就石浪起了，就起了风了，有风才起浪，无风不起浪，水是永远平静的，没有风它不起浪，有风就起浪，一起浪，浪的现象就多了。但是浪从什么起的？没有水咋能有浪呢？说我一切的祸言万法从心生啊，那个心就实了啊，心就实了，万法从心生啊，万法从心灭，能从心生也是从心灭。他说要懂得离开八识了，前七识没有了，离开如来藏性，离开一尊法界心，八识也没有了。所以说无不从此法界流，都是从这一心流出去，无不还归此法界，还归此一心。我们经常在心中讲一心，一心就是八识，八识没字体，心即是性，什么性呢？如来藏性平等显现的这个道理啊，说来是很深的，从我生活当中看它是很浅的，不要把它说得很深的道理，而说的、啊、大家就不知道怎么样修了。那么呢，你就先分辨什么是眼法，什么是净法，什么是眼，你观察眼法一直什么起的，眼法一直心起的，心里是贪耐，贪耐又去追求，完了越来越深，把它静下来，不动，任何境界下不起分别，这就止了。我不去贪的，停下来，什么都止住了。这叫止。观察一切法的生的时候，说眼，因为什么因缘呢？什么缘？我心里动念了，这就是因。看一境界相，追求它，想得到它，这叫眼了。贪耐，贪耐要想种种办法，想把贪耐达到目的，这叫戒呀，戒呀，戒呀。想种种办法就招，想做就记种种因缘嘛。这一戒啊，得到了，得到是什么？苦果，这叫苦戒呀、啊。知道了，凡所有见皆是虚妄，这个见叫邪见，因为眼因。因为起那个眼的心这阴，也贪求，贪求，贪求就始终说的是招感的，得到了招感来了是个苦果，观这个过患呢、啊，观阴，观眼的阴，完了观这个苦果怎么来的、啊？你这个受过什么呢？是苦计来的，招感来的。完了，再观这个计，为什么要计？邪知邪见，起的反复邪见。你这样的进行来看，看你所起的心，从你心起吧。如果我今天我想些什么，
所以想些什么就是着急的意思。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个？心里惑所起的，迷惑了，迷惑它不停啊，它动啊。我说在外边的圆柱城起了这么个心，讲外边还种种缘，因缘和合了，就成就了，成就什么了？成就罪业了。刚起因是因，祸还没造业呢，起祸要造业，造业才受苦啊，不造业还不受苦，祸必感苦果。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深深的感叹，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一个小渔村。那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靠捕鱼为生，他们抓鱼的方式也是祖先传下来的，就是饲养鸬鹚去湖里捕捉鱼。陈伯，你天天将这只鸬鹚带回家，难道就不怕它把家里弄得到处都是腥味吗？就是嘛，这些鸬鹚又腥又臭，我可受不了。你们真没良心，鸬鹚替你们捕鱼的时候，怎么就不嫌它味道不好闻呢？好了，不要再争辩了。这只鸬鹚对陈伯来说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你们看看，陈伯连脖绳都舍不得给他系上呢。陈伯，你不帮他系脖绳，难道就不怕他把抓到的鱼都给吃了吗？我相信小青不会这么做的，更何况湖里的鱼那么多，他只要给我抓够一篓就行了。哇，这景色真漂亮。王老板，我们这里山明水秀，
倒是闲置土地多的呢，而且风景也非常美。王老板觉得如何？是不是考虑在这里建厂呢？这个地方的确不错，而且还有个这么大的湖泊。你也知道，我的企业是生产化工产品的，需要大量的水。哈哈，王老板，所以你就来我们这里设厂吧。这里要地有地，要水有水，若遇到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帮你排除的。哎，那些人在做什么呢？他们啊，是湖边的村民，正在用鸬鹚捕鱼呢。哦，这种抓鱼的方式，我只在电影拍摄偏僻地区时见过，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样落后啊。是啊，所以我们很希望你能来这里投资，到时候，村民就可以到你的工厂上班，彻底来改善经济条件，让他们生活富裕起来的。好吧，那就在这里建厂吧。是吗？那真是太好了。王老板，走，我们现在就回去签合约。不要着急嘛，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古老的捕鱼方式，也想体验一下。哈哈，没问题，交给我吧，马上来为你安排。大哥，你捕鱼多少年了？从会走路开始，我就跟着父亲学习。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从小就要学会这项技能的。我看人家都养好几只鸬鹚，你怎么就养一只啊？他们家人多，得多捕点鱼卖钱，才够养家糊口。我就独自一人，要那么多钱也没用，够吃够穿就行了。更何况我家小青是村子里最优秀的鸬鹚，他抓鱼本领比其他家养的厉害多了。咦，你怎么没给鸬鹚系上脖绳呢？什么是脖绳呢？脖绳就是系在鸬鹚脖子上的那条绳子，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办法将捕到的鱼吞进肚子里了。原来如此，为什么这只鸬鹚没系上呢？是啊，我也纳闷呢。我的这只鸬鹚很懂事的，它没有将我的鱼篓补满，是不会偷偷吃到肚子里的。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它离开了船独自去捕鱼，你又怎么知道它不会偷吃呢？我相信它。哎呀，好大的一条鱼呀！老伯，你的这只鸬鹚可真厉害。当然啦，我说过嘛，我的鸬鹚是村子里最顶尖的。看到刚刚那一幕，我相信他是最优秀的。的确是。几个月后，轰隆隆的建筑声打破了这个小渔村的宁静，一排排厂房飞快地建设着。哇，这工厂真大！听说有一位大老板在我们这里投资兴建生产化工原料的厂房。啊，那种工厂的废弃水不是都很毒吗？不知道他会不会将我们这片美丽的湖水给污染了。对呀，我们整个渔村的人可都指望这片湖生活呢，要是水被污染了，没有了鱼，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不行，我们得阻止他们开工。陈伯，你别开玩笑了，你怎么能阻挡得了啊？要知道，这位老板是政府官员好不容易才请来的。是啊，听说这个工厂开工后每年会给市里上缴好多税呢。哎，但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了。哎呀，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一个大工厂建在村里，那是我们的福气，怎么会不幸呢？村长，这可是个化工厂啊，听说污染很严重的，要是湖里被倒废水，那我们怎么捕鱼生活啊？有这么大的工厂，你们还捕鱼干嘛？去里面上班不好吗？听说他们给的薪水很高的，一个月工资能超过你们捕鱼半年的钱。哼，我不要去，我只会捕鱼，不会上班。是啊，我也不愿意去工厂。你们别嘴硬，
等看到别人上班赚了钱，就不会这么说了。告诉你们吧，村子里已经有不少人去应征这家工厂了。工厂老板也说了，只要是我们村里的人去，他都会安排工作的。哼，我才没兴趣，我还是带着小青去捕鱼，过着快活的日子吧。然而，随着工厂完工和运作，曾经的青山绿水渐渐地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弥漫在空中的烟雾和浑浊的湖水。你们的鱼货如何？哎，别提了，忙了一天，仅抓到两三条鱼而已。我也是，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看得把他们的脖绳再系紧一点。湖里的水脏了，鱼才会变少，又不是鸬鹚偷吃的。你系紧他们的脖绳又有什么用呢？是啊，湖里没有鱼，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可就艰难了。你们怎么还在这捕鱼啊？哇，小苏，你这台机车好漂亮啊，花不少钱买的吧？还行啦，我半个月的工资而已。啊，半个月工资？这家工厂给的薪水这么高啊？当然了，所以你们也应该像我这样，不要再捕鱼了，来工厂上班多好啊。那我先离开喽。他或许说的有道理，不如我们也去工厂里上班吧。嗯，我也这么认为，以后若还是靠捕鱼为生，我们可能就会饿死了。陈伯，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工作吧。你们要去上班吗？那你们的鸬鹚该怎么办呢？卖掉呀，其他的人不都是把鸬鹚给兜售出去？陈伯，你该不会舍不得卖掉你的鸬鹚吧？我又没说要去工厂上班，干嘛要卖掉小青？哼！就这样，曾经以捕鱼为生的村民一个个的都进入了工厂，湖面上只剩下了陈伯和他的鸬鹚。哎，我的主人又瘦了很多，这都怪我。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抓到更多鱼，这样才能让他赚钱，过上好日子的。小青跳进满是脏污的湖水中，鸬鹚有一双几乎能穿透黑暗的眼睛，在水中没有一条鱼能逃脱它锐利的眼神。现在小青却觉得自己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水不再是透明的，成了墨绿色，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酱色的液体混合在水中，这令她的眼睛常常感到刺痛。这水怎么会这样啊？原本清澈的水去哪里了？那是什么？好像是一条大鱼。呸！这东西的味道好奇怪，我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哎呀，还是徒劳无功呀。不行，我一定要抓到鱼。小青不断地潜入水中，又一次次地浮出水面，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哎，小青，没关系的，捉不到鱼不是你的错。哎呀，湖水都黑了，鱼没了，我们再也不能靠捕鱼维持生计了，看来我也得去工厂打工了。飞吧，老朋友，你自由了。你怎么又跑回来了？是啊，你能离开我，也能逃离这片曾经清澈的湖水，但走不了不再蔚蓝的天空，这些都没有了，你又能去哪里呢？好吧，你就留下来，以前是你捕鱼养我，现在换我来养你吧。陈伯也放弃了祖先们传承下来的谋生方式，而来到工厂打工赚钱，养活自己和小青。而他则会在陈伯上班的时候独自来到湖边凝望着远处，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是在感叹人类为了经济效益而相对带来的环境破坏究竟孰轻孰重呢？